蛇师们今天暑假最火的一部剧莫过于《延禧攻略》电视剧了。于正成功打了一场翻身仗，不仅捧红了女主吴谨言，男主聂远，还让蛇师们再一次翻红。蛇师们出演的挥发那拉出身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，贤妃帮你梳头，小心贤妃给你灭灯也成了网络流行语。随着延禧攻略的大火，蛇师们本人被偶遇的帖子也是经常出现在网络上，而每一次被路人偶遇后都被感叹颜值高性格好。近日一位网友在网络上发帖称，想起很久以前在朋友圈见过与蛇师们的合照。网友发帖，据该网友的表述，蛇师们是回老家参加老人们的聚会，并全程乖乖的在下面坐着，也跟每一位老人都合了影，还让大家注意身体。蛇师们照片中的蛇师们素颜出镜，笑容满面，很多网友看到帖子后也纷纷表示真人白到发光是真的，见过几次每次都被皮肤惊叹，看过好多偶遇他的都夸 Mars 真好，人也太好了吧。别说明星，普通年轻人中年人也不太爱参加这种老年人的活动吧，人家戴黑框眼镜就是知性美，我戴就和傻大姐似的。